警察，你是知法犯法的，咋呀？你这是非法拘禁，你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关队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关队，我得招了擦亮点再看看。哎呀，关队，你老是逗我玩儿，你说。宇哥，慢，我这一年多没出来晾盘子，还记得呢。您的大名，谁敢不记得呀？是不是？宇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啊，宇哥，啊，社会上事少打听啊。哎，得嘞。宇哥，您把我带到这儿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早就传开了，你活珠子贩卖儿童，弄得整个京港鸡犬不宁的，到处都是雷子，我都快待不下去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宇哥，孩子的事儿我可没参与啊，我只是听说了点消息，警察也把我叫去那个问话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哥关队也知道啊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让我问他去？啊，没。一个在逃犯去问警察是吗？哎，哥呀，哥，哥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小孩这案子赶紧给我解决了，解决了这雷子就都能撤了，雷子撤了我就能安宁。我要不能安宁的话，你他妈也别想安上。宇哥，别动力气啊！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看。宇哥，你电话，老实点啊！我没毛病啊！哎呀，哎，啊！谢谢哥。哇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让你去新源闹事儿，这么点事儿办不明白是吗？啊，没有，不敢不敢，大哥，我现在就给你办啊，现在就给你办。宇哥，孩子的事儿我可以告诉您，但是您能不能帮兄弟一点小忙呢？啊？小忙，啊，说吧，关队，哟，关队，你刚才那魂不吝那样啊，真快给我吓尿了！要不是你脸上那疤，我还真以为宇哥回来了呢。就是这地方啊，对，就是这儿啊，就有那么三五个人，工商年检也没过，房源客源信息都是非法买来的，您说他是非法经营也行，总之给他安一个罪名，给他们轰走就 OK 了啊。你不是说卖了他们信息他们没给钱吗？要账不就完了，为什么非要轰走啊？哎呀，关大队长啊，江湖规矩啊，再说这是面子的事儿，传出去我可怎么混呢？以后，再说了，我再让一个人民警察去帮我去讨债，您不就名正言顺的就把我拒绝了吗？您说是不是？反正我没让你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您现在关心的不就是那个孩子在哪儿吗？在车里别动，不动。